我们来喂小精灵吃东西了。这里有糖果、汉堡、生菜，这么多东西，要给我的草莓精灵吃什么好呢？我的小精灵口味一定和我是一样的，我最喜欢吃糖果了，我要给我的小精灵吃糖果。啊，我的牙齿好疼啊！我怎么变小了？大龙，吃太多糖果对牙齿是不好的，小精灵太小不能吃那么多甜的。好吧，我要给我的柠檬精灵吃汉堡。喵喵喵，啊，好好吃啊，可是我为什么没有得到能量呢？就是啊，为什么我的小精灵吃了汉堡没有长大呢？妮妮，可能是因为汉堡没有营养，所以你的小精灵吃了也没有变化。嗯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好吧，早知道就不选汉堡了。我喂我的草莓精灵吃生菜，虽然没有那么好吃，但是却有很多的营养。啊，太好了，妹妹，你选的正好是我需要的，我成为高级精灵了。啊，太好了。接下来选择想让小精灵学会的技能。画画、书法、手机、书本、舞蹈、唱歌，可以选择的东西好多啊。我这次要选什么好呢？有了，这样猴子替我决定吧。我扔。啊，我扔到了三。三号是手机，我让我的草莓精灵学习玩手机。哎呀，手机太好玩了，我要一直玩。糟了，我的草莓精灵又变成初级精灵了。妹妹，你也太倒霉了吧，我要让我的小精灵学习画画。啊，画画好有劲呀。我的小精灵成功恢复成初级精灵了。我要让我的小精灵学习唱歌，他一定会很喜欢的。妮妮，谢谢你，我很喜欢唱歌。太好了，我的柠檬精灵变成高级精灵了。这是你们最后一次选择的机会了，小精灵们渴了，你们要给他们喝什么呢？当然是可乐了，这么热的天气，来一杯凉凉的可乐是最好不过的了。我俩怎么还是这么渴啊？我又选错了，我这次一定不会选错了，果汁一定很有营养，我给我的草莓精灵喝果汁。怎么回事，妹妹？这是果汁饮料，不是新鲜果汁。果汁饮料对小精灵也是不好的。糟了，是我大意了。我给我的柠檬精灵喝白开水，健康又解渴。耶，我的精灵成长到最高级别的了。妮妮，恭喜你！你的正确选择让你的精灵升到了最高级别，你可以向你的水果精灵许愿了。耶，太好了！小朋友们，只有吃健康的食物，并且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才能让我们健康成长哦。我们下一期再见。